又得到 A 啊！这当年拢摕 A 哦，感觉当年 A 啊 A 去安尼哦，会习惯了是不是？向委员报告呢，假如这个 A 是荣誉的话，因为是属于台湾的金融稳定，不属于我个人。金融稳定必须要2300万人达成，我只是2300分之1而已。谢谢。哦，你讲这很客气的啊，对。这讲这话，像行政院长在讲的。来，总裁，所以你的心情就这样子，没有其他了。对于第11个 A 的心情就是这样，请大家一起努力，是不是？心情啊，有没有很 exciting， 或者是给委员报告？淡定，我会跟我的同仁努力以赴，把事情做好。所以继续在财委会委员的指导下，我们这个没办法进来。所以兢兢业业是吧？是。持续努力，对，持续就这个样子，把事情做好。好，这是你的心情啊，因为这个心情其实可以反映到你的报告了。老实讲，报告每一次的报告差不多都这个样子，就四平八稳，中规中矩，然后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惊喜，不会让大家惊喜说哇，没有哇，对不对？你的报告都没有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什么地方哇？有没有？没有，这报告没有。总裁，因为中央主旨哈，中央法第一条就是维持金融稳定嘛，所以稳定不能挖，是的，是的。对啊，好。但是我们有一个挖的，今天有一个挖的，就你表现那么亮丽，你账中的那个总裁数，没细没细看怎么样？总裁数啊，总裁数。哦，OK， 给委员报告。那是一个误解的，误解啊，误解，误解。因为那个去年哦，你中了6棵樟树不是吗？没你不，去年植树节的时候，侯市长好意要我去种，只种了1棵树嘛。他写6棵嘞？没有，他一排6棵，他已经种好了、啊。白树跟你的11A 不 match。他是2个人一起种的，只种了1棵而已。只种一棵啊、哦，所以不是6棵啦。没有。啊，上面有没有写一个彭淮南？哎呀，这个东西，我是被侯市长好意邀请去的。所以你被陷害，也不能这么讲了，